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巨人结局看了吗？不瞒你说，第三集以后我再也没看过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他老讲以前的事儿，但我根本不关心以前的事儿。给你眼儿给你拍了，往里抠。哎呦我，好有根，黑虎掏心，再跟我皮，我这叫碗豪。小伙子，啪啪啪，女神之泪出门，吃个药。一击还是算了，咬你一命。哎，给我回来，黑虎掏心。16秒冷却，等升个三吧，升个三再打。现在我们薛威是有点脆，容易扛兵，容易死。来吧，这打不着。一虎杀两羊，黑虎偷心 ，W 闪现，先杀一个。哎呀，他 Q 好了，就差一下平 A 呀、啊！关键是没升，你知道吧？是没升四，差一个小兵。厉害！刚才那下有没有留疤？出点啥呢？挺进。来个皮孩吧，等个 E 就杀了，我等不了了，他。他都踹我脸上来了，他带着闪现，他闪现到我脸上，我怎么跑？我不跑了，这怎么等 E 呀、啊？而且这玩意儿了吧，你不知道到底是杰斯死了以后到底给多少经验，旁边没小兵。小小杰斯，一虎杀两羊，黑虎掏心。本来都是很好玩的，直到有的人掏心。我来了，黑虎，一这，呀呀呀呀，阿杜根。豪嘛，哎呦你呀，这地方在我来之前无聊到了极点。
我有乌鸦坐飞机了。先来个布甲海，我们跑得快。为什么比赛都辅助？因为太笨了。你见过狗头人比赛的有上场的吗？没见过吗？你见过现在有上场盖轮的吗？也没有吧，除非那这种英雄特别强，不然不会有人玩的。有，哎呦，这种笨英雄基本上不太会有人玩。鳄鱼其实都已经算是超模英雄了。鳄鱼正常来讲就不应该有 E 技能。哎，还回来黑虎掏心起飞了。300块拿下。踩塔了。我们主要就是得跑得快。回来。哎呀，锤我！阿杜根，回家了。嗯，现在要想一想，这晚豪到底是负 W 还是负 E？ 如果打上路的话，负 E 的话可以让我们进攻的时间更快一点，负 W 技能的话可以让它的基础伤害和冷却时间短一点。我决定负 E。 一位大师曾经说过，要像水一样，那我应该就是海啸。 W 应该一把只能放出来一回，他只加点伤害的话我不想要。我试试能不能直接把他越打了。掏回来没掏到。起飞了，阿杜根闪现平 A， 插个眼。还行，区区还是比较够的。今天我们不打女人，我们打个锤形态小炮。走位，他交闪了啊！我们不打，溜了。
来个挺进，出个破败。负 W 闪个闪，应该不用。负 W 只会给你加基础伤害。哎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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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挺进，掏回来，啪啪啪！你回头干嘛？给你个 W， 先杀波尔比。哎呦，我这两个都是锤炮形态，都能切吗？你有皮孩吗？我问问你，你没有吧？还是得你自己动手。你敢回头吗？看来你不敢。我今天必追你，小伙子！我挺进掏回来，起飞喽！打小兵了，打杜根。拆个二塔，这玩意儿拆塔真快。这波比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不是没杀过你？我白一虎杀两羊，银猛，再见。不打了，我说停停，那能停停吗？掏回来，阿杜根，完了，给我轰了。出个破败，右边给我来了一炮。我们去找着波尔比去，波尔比等级挺高啊，十级，我才十级，他都十级了。完了，我的红被蓝枪给偷了。是这样的，不把人凑个半死，就不算真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如果有人在看我打架，上高地了，他们没有人管，我们就上高地。现在高地只有一个人，不好意思，那么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。如果没有人，那么不好意思，防御塔将变成一具尸体。你给我回来，挺进！起飞了，阿杜根，波比来了，人有点多。谢谢，我就是肖恩的电影小子。我这说话我就稍微轻一点啊，因为这个容易破音儿。这个电音小子容易炸麦。谢谢肖恩哦，感谢肖恩。所以这就是输掉的感觉。
电音小了容易放麦。哎呦我狗头人，哎呦我狗头人，杰斯在哪里？杰斯居然敢出来，我闪现请进偷回来，乌鸦坐飞机，给你个 W。 你给我回来，算了走吧，戈尔比来了，拿个蓝去。我不要这玩意儿，我要这蓝 buff 干嘛？那都不掉血、啊、见队友搁这了，我们就继续猜吧。我来了，挺进套回来，啪啪，我呀坐飞机，再见，我溜了。这波比挺猖狂啊，挺进掏回来，啪啪，阿杜根还行，被小兵打死。哎别追了，哎呦那挺进撞墙了，要不然我应该能双杀，我感觉怎么会撞墙了呢？现在挺流行狗头啊，我一看中单狗头，好，我现在热身完毕了，还是狂风之力猛啊，不行了，狂风之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设计师说狂风之力是垃圾，它就是垃圾。为什么刚才我这挺进还得加速的呀？啊？啊？加速了吗？他还追呀？这银马挺狂妄啊！我今天不收拾收拾这马是不行了。你给我回来，我在等你，你在等什么？我起飞了，啪啪套回来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么肉吗？
我这叫破败啊，大哥，怎么打这么半天也打不死？好肉啊，护甲还炼金罐和反甲，这个英雄该复W了。我觉得啊，如果你想去参团